我们一位法师啊，嗯，好。是直接要跑到我台上来了。好，来，这位法师，你只要告诉我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菩萨，我1952年属龙，我看看啊，52年属龙，嗯，看到了。嗯，那嗯，你要我从你下面开始说上来，好吗？因为我看到你下面的气场非常不好。嗯，首先，你的两个脚啊有静脉曲张，静脉曲张就是筋啊，嗯，露出来，嗯，暴露出来，嗯，你的左腿。有很不舒服的情况，啊，对，站了久了，两个腿就累得不得了，一定要坐下来。啊，对对。这是第一个。啊。你的腰也不好。啊，对对。啊。你的心脏也不好。啊，对。啊。你的心脏像一个胖扑一样。血上不来，所以呢，走到你的心脏这个地方就堵住了，有两根左右的血管堵住，三个，两根，我看啊，三个，对，一根在这里，两根在上面，哦，全部堵住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吃丹参片好吗？嗯，好，好吗？啊，丹参片，嗯，还有我吃丹参片跟，田气，可以，泡参，可以，但是你要走路，泡参啊？你要走路，泡参可以吃吗？可以，我看到你的前世了，嗯，眉毛这么长，嗯，一个庙里的老法师。嗯，你上辈子也是出家人，嗯，所以你上辈子，嗯，没修好啊，这辈子又修啦。怎么，我就这样咬，怎么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的寿很长，嗯，你的寿会很长很长，嗯，我看见你的眉毛啊，上辈子到这里了，嗯，就是像老寿星一样的，嗯，很厉害的。你就是腰不好，心脏不好，嗯，手臂发麻。嗯，哎，骨骼，这骨骼了，骨头，对，哎，乳房啊，还有乳房也不好，我看看啊，哦，乳房，啊，右面有一点点增生，一点点啊，哎，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不过也不是太好，黑气蛮重的，蛮重啊，蛮重，黑气啊，有黑气啊，黑气，要开刀吗？有可能，有可能啊。嗯，你这样好吧？啊，你这样好吧？嗯，你是法师啊，我就特别，嗯，好吧？嗯，师父帮你加持一下，可能你就会免除一刀了。嗯，好吧？嗯，好吧？你眼睛闭起来。好，怎么我一直会咬呢？我不给你加持你会咬吗？现在知道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身上热不热了？热，热吧。从这里开始一直要咬咬。哎，现在知道了吗？这就是气场加持。你可能不会开刀，你
再过两个月再去检查一次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像我的灵性呢，灵性呢，我很厉害灵性哦。嗯，两个。两个。嗯，你有一个很喜欢的啊，你们一起的，我不知道是弟子还是师父啊，他身上有个灵性一直在找你。嗯，你帮他背了很多，你自己告诉我实话，你经常帮一个人在求。帮一个人在求。你经常帮一个人在求啊。嗯，这个人身上的灵性在找你，明白了吗？帮人家求，求就帮人家求啊。啊，有吗？我想不起。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居士。你有没有帮过一个居士求得很厉害，不是现在，过去，但是他身上的灵性现在在找你。哦，以前在几个是他有病嘛，我自动拜那个水忏，那个什么忏了，大悲忏给他。对了。啊，一个。啊，你背他大你大悲忏忏得很厉害啊。只是令他明明拜拜拜，那么他就往生了，听说。对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他在找你呀、啊！哎呦，怎么这么……现在知道了吧？他不是来扶我吗？还找我，我帮他求解脱啊！哎，你不懂的。啊。有时候你帮了别人没帮好、啊，我问你，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，不知道病人吃了死活，这也是个好医生吗？你今天帮他了没帮好，你说他会不会来找你呀、啊？我是无条件，我看他痛苦。听那不管的、他不管的，就是说你无条件的，如果帮人家没帮成，也会有缘分、也会有冤结，也会有业障。我也不认识他的，所以你要当心了、好吗？啊、你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帮他超度呀。嗯，好吧，你有两种方法、嗯、一种方法呢，你就用自己的法门的方法帮他超度，还有一种方法呢，你要是相信台长，你可以跟我们这里很多的法师学，他们也是用那个小房子超度的，很灵的。嗯 嗯, 嗯，好不好啊？可以啊，我练了四张了。哎、你试试看好吧。练多少张啊？你可以念49章就可以了。49章啊、你在一个礼拜当中，我会叫一位菩萨到你梦中来跟你讲话的，你就好好求。嗯，还有，好不好啊？还有，我要住处的气场怎样啊？太暗。住处太暗了。太暗了，你要开灯。有啊，都有开灯、灯太暗。灯太暗了。嗯。右面不好，你住处的右面呐、右边呢、右面那个房间不好。我，那怎么办呢？每天自己在住处设一个小佛台。我有佛堂啊。佛堂是大的、嗯、自己可以在自己的住处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你应该在自己睡的地方设一个小佛台。有哦，有。看不见吗？暗了，你这房间真的很暗了。嗯，很暗。太暗了。我也不喜欢了，没办法。看见了吗？嗯。啊，看见了。嗯，很小啊。嗯。那房子太小，怎样安？不是啊，你那个佛台也很小啊。嗯，是是。你供的菩萨也很小啊。哦、不可以放大了房间。嗯，你要每天烧香。房间要。你听台长的话，多点个灯可以不啦、嗯？节能灯，红颜色的节能灯。我放你盐灯，盐灯，好吧，点光明灯了。我今天给你加持过了，你放心好了，会好起来了。放盐灯可以吗？可以。盐灯可以。我每天供一杯水。可以。这样。好吧，烧香。要烧香啊？嗯，要烧香，不烧香没用的。王静要烧香、啊。好吧，你不要烧卧香。不要烧卧香啊，卧过来。盐的。哎，你就圆的香不要。插的。要插的。哎呦，很肮脏哦。不能火掉下去。大家看到师傅厉害吗？我看到他就是不是点的那个插的香，
擦擦很肮脏房间，我不太想。你这样好吗？嗯。我随便你，我晚上会叫菩萨来跟你讲。嗯、你如果梦中看见菩萨了，你就跟着台长好好修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可以。好了。嗯、我想再问问啊，我有一次梦旁好像差不多要天亮啊，有个女众来问我，你妈妈只要母亲在地狱受苦，叫我要救她。看见了吗？我说我怎样醒了来，我说我怎样救她，我说我答应她好，可是醒来我怎样救她，我不懂。怎么救？赶快给她超度，就叫救她，赶快念经超度她。小房子。对，你看一看。你如果想救他，我可以叫他两个礼拜当中到你梦里来，谢谢你。那要多少张啊？80张。80张啊？两个哦。你先念一个吧。念我妈妈先。好吧，念你妈妈先吧。那小母亲呢？慢慢来吧。那个。好吧。好好听台长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会让你这些都可以解决的小事情啊。小事情啊。可是我本来烟熏在这缠到我腰死哦。你不会的，你放心，好好念，好吗？我刚刚已经叫菩萨已经给你加持过了，你放心好了。我整个人一直摇到现在啊。看见了吗？给他加持了这么一下，他就摇到现在。你大家看见了吗？好啦。可是我妈妈讲我。好了，不能多讲了，还有很多人呢。谢谢，谢谢卢大长菩萨。跟那些法师都保持联系啊。